报道 Sky 一，我是一名喜欢挑战各种不同运动专项的 YouTuber。每一次当我踏入未知领域的时候，还是伴随着越来越兴奋、期待、紧张。这一次，我将带大家与我一起踏入格斗这个领域，为大家献上人生第一场综合格斗铁人七拳赛。为了能够呈现更好的影片给大家，为此我也接受了专业的站立技训练。从2019年4月训练至今，每一次的打法练习都帮助提升了攻击的准确度，延伸出去的每一拳每一腿都让肌肉与身体的连贯性更加流畅。对于协调性并不是特别突出的我来说，看着自己的拳腿与步伐因为一次次的训练变得越来越敏捷，让我想起了因学习而进步是多么令人愉悦的一件事情。然而想要在实战中发挥的好，把这些拳腿组合连贯起来，对练就是不可或缺的关。学会如何与对手保持适当的距离，探索自我的攻击射程有多长，以及如何把攻势连贯起来，让身体记得吃到攻击时的感受，该有的反应，才不会令你在实战中不知所措。其实最令我担忧的是我本身的心肺与耐力。还记得在我刚开始接触格斗的时候，连一个回合都还没打完，脚步就因为疲累而定在原地，腰也因为喘不过气而弯了下去。所以备赛的过程中，我也加入了非常多的心肺训练，为了让自己能够有足够的体力面对三回合的挑战。这次我准备好了，我已经不是2019当年那个懦弱的我了。2020，我已经老了一岁了。我现在到了台北体育馆，哇！现在是早上的9点钟，我要赶快进去过磅了，因为过磅时间只到9点10分。好，我跟你等一下就到这边进行比赛。到我们那个擂台上。4分钟。这个是峰哥，峰哥狮子背的，狮子背的，柔术非常的强。那你现在可以裸棒，裸棒，裸棒。这现在大家，哇，大家的要求，哇，裸棒，裸棒，这样比较像裸棒。好，154.72，耶！盖伊，你现在会紧张吗？不会，你要不要问一下 Camp 哥紧不紧张 ？Camp 哥作为盖伊的师傅，他都在亚洲那个万的赛事看了很多那种顶尖的选手比赛。哦，觉得会紧张是一定要的，因为你有那种紧张感，你肾上腺素比较容易哦，在你赛场可以有更好的表现，然后对方 K 你比较没有感觉。哦，可是像我这种已经紧张了3个礼拜的这种有用吗？上次都有超人拳，这次有没有什么新的绝招？黄金左刺拳。那我今天呢是代表 iFighting 进行是武道馆初赛，大家如果想学格斗的话，可以到进行室。找 Camp 老师 ，Peter 哥哥，你会对盖伊等一下比赛觉得紧张吗？很紧张，很紧张哦。我怕他把别人打爆，怕别人被打爆耶。Yeah！ 我也怕他把人家 KO 哎。你们真是很兴奋，很兴奋哦。我怕他等下赢得太快啊！哇，你们对盖伊都非常有信心哦。你们不要这样，你们这样我真的会膨胀哦。药师波波，你们对盖伊的表现期待吗？我很期待，他会不会变猪头？他要用换血流，他很担心。他现在不用换血流，而且用敏捷闪躲流。他现在是走技术路线。对对对对，我希望他的技术可以好一点。可以可以可以，不要再像上次一样用换血流。出谢谢人盖伊。
家调整一下。手拿好，不要手太低了，不要推，不要推。
打死车了。
真的还蛮紧张，在场上很紧张，但是因为很多人来看，我当然不能表现得很紧张，当然，所以我当然是，其实心里是。接下来介绍国手郭树德，好，我们再次恭喜盖伊赢了。盖伊比完了，感觉怎么样？大家看影片应该觉得我第二、第三回合脚步很笨重吧？其实我们当下自己都知道，但是其实就是因为真的很累，所以就算你想要很快速的移动步伐，但还是会变得迟缓一点。那今天真的非常非常的幸运，可以赢得这场比赛。好的，那这就是我人生中的第一场格斗比赛，献给大家。那其实呢，我觉得这次的比赛自己还有非常非常多的进步空间。也许是因为紧张，或者是加一些亢奋，导致我在比赛的过程中有点沉不住气，太想要上前去跟对手用蛮力硬拼，导致我之前训练的拳腿组合以及步伐的移动发挥的不是很好。那我的脸呢，也吃了对手非常多的左勾拳。最后呢，告诉大家一个秘密，大家看我比赛的时候，有没有觉得我好像一直想要往前去压制对手，或甚至吃到对手的拳腿组合之后呢，一样若无其事的往前，甚至还露出了笑容。那事实上呢，这些都是为了让对手以为他的攻击对我没什么效果，而故意做出来的反应。那当时呢，其实我的心里在想，哦，好晕哦，这个左勾拳怎么可以这么的准，这么扎实？那后脚的鞭腿威力怎么可以这么大？那这边呢，我想跟定刚说，你的后脚鞭腿威力真的非常的大。我的左脚呢，自从比赛完之后也痛了几天，那走路都一跛一跛的。再配上你精准的前手勾拳，在那场比赛中，你的这两个武器给我造成了不小的压迫效果。你可以非常有自信的拿出来，在你之后的比赛中去使用它，因为那真的让我吃足了苦头。要是我再多吃几发你的前手勾拳的话，我一定是定在原地，晕到不行。最后呢，我要再次为我第一回合击到你的下裆，在这边跟您致上120,000分的歉意，真的非常抱歉，我会好好的训练我大腿内侧踢击的准确度。好，那在这边最后呢，我想要谢谢大家，因为有你们的支持，在我每次训练到非常累想要放弃的时候呢，只要一想到你们，就可以让我全身充满电继续坚持下去。综合格斗是一个非常棒的专项，我会继续练下去，继续跟大家分享我学习到的各种新鲜事物。很感动，很佩服。你流了几滴眼泪？我眼泪都流在别的地方。他真的是很厉害。然后有一幕是别人要打他，就打到他自己摔倒。他那个重心很够，所以很稳。整场比赛就是看得非常的精彩，很开心。第一次看这种格斗比赛，很惊艳。我自己之前有看一阵子 UFC， 实际上看到跟电视上看到完全是两回事。其实我在他跟馆长打拳的那一次，我就觉得他其实非常有潜力，尤其是拳击这块。他的身形还有他的敏捷的速度，我觉得他只要把技巧提升就可以了。觉得他身体素质非常好。永春你们，西城是什么？好了 ，OK， 不要太多了，因为人家影片。我觉得盖伊表现蛮嚣张的。是不是他的场啊？我觉得盖伊来的时候一喊，全部人都在叫。真的，盖伊真的他的气势，他那个不是装出来的。我觉得是真的有拳拳到肉，而且盖伊速度跟爆发力都好。而且我一段时间没有看到盖伊了，他跟以前比起来，现在比较比较精壮，比较精壮一点。因为盖伊本来是一个肌肉棒子，然后他现在是有点削下来，可是削下来的那个东西肌肉感就变得很大块。我就打得很好，如果我上场，我一定要演一个就是例如这样，然后镜头放大，然后再第二个。现场看对比在那个电视机前面，或者是你在网络前面看来的很有震撼感。我要确认这件事，今天是第一次，超扯。因为其实我原本有点替他担心，因为我觉得如果是第一次比的话，他应该会很紧张。可是我觉得他从一开始的气势就完全压住对方，就对方一直呈现一个防御的状态，然后他就一直打，最后我完全可以确定他赢的那一刻，就是他结束的时候直接这样，就是明明那个对评审都还没有说，可他已经这样了，然后就最后真的他赢。原本以为是他被一拳被打爆，他第三场那个开了那个狂暴战士的那个技能啊，你要想说剩十秒，要一定要想办法再多打几拳。他有压力了，因为太多人来了。你们两个干嘛不打？你说打不打累？其实你被打比较不会累，被打比较不会累，真的。真的。
打，不是我被打，对，被打，对，對對我被打很痛，被打会痛，不是被打痛。我觉得盖伊很棒，但是我很紧张，然后看到对手被他打到很痛，我们也会很心疼。进步非常快，而且在就是出拳的时候都觉得很有自信，有进步非常非常的多，每次都一直讲，就是他拳很重。就是如果打到你一定会很重，可是当初他只是没有用他步伐带进他拳，这次有改变，有可以看得出来他最近有在练，然后他的体重也控制得很不错。他在第一回合稍微还是有点放不开，可是到第二回合之后就很明显的有把自己的这个力量压进去，也抓到对方的空隙，然后到第三回合就用身体的膝撞逮到对方的一个明显的一个弱点，在第三回合最后用膝撞把它终结，因为我们规则下有一个回合内，如果选手被击倒第二次，那就等于是比赛就结束了。这是在我们铁笼的踢拳赛里面，特别要保护我们业余选手的一个机制。对手有练泰拳，我们会想要多做一些快速的拳腿组合，然后游移来踢、来打、来换取一些拳击上的分数。回合后段，对方体力也下滑了，所以他的压力就可以给得更深。我觉得他这次能够发挥的稳当，我觉得最主要是他体能调节得很好，所以他才可以在第三回合还有机会再冲刺。因为像之前有时候练习，真的连续第二回合、第三回合后段，他就会明显掉下来一点。可是因为他这次的降重很早就开始做准备，所以算是体能调节蛮好的。期待他未来还有更好的表现。打完比赛之后也赶快休息啊，因为真的。很多人要一直找他拍照，我觉得蛮辛苦的。刚才是很敬业，这就是来者不拒，每个都拍，这就是健身招牌笑容。